躲在一个地方。你要想象你坐在这里的感觉。这就像个房子啦。哦，这就是房子啊，对啊。这个住完以后，下一个就是城堡了。Cute. Very nice. 就是要这样嘛，餐厅是餐厅，客厅是客厅，厨房是厨房，院子也够大，香喷喷的，自己弄。尔房也有这种房子哦。我听说一两百万呢、啊，哇塞呀、啊！哇 ，Island 太正点了。你看外面。拿着。那里面只是跟你讲说。他有讲了上天的东西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哇，这个院子好正点哦。So it's already。这里的住就是你自己，就真的不要出门了。偶尔、哦、偶尔回一趟台湾这样就好了。这还有一个 porch， 然后再是一个院子。对啊。哎，这个是好像是小五拍的那个。管他谁。那客人说他看过户型最完美的房子之类的。旁边中国人无所谓了。不会见面的。哇，好正点哦。嗯。Storage room。嗯。然后这边是那个 garage。对啊。对对。有人拍过这个，我记得我看。但是不是每一间都有送这么大的院子都定啊？这才59万呢、欸。What the？ 住这里到底离哪里近啊？离安娜很近不近啊？近啊，你可以回去看地图嘛，91号一下就到了。哇、哦！先看那边。哇、哦，这才像个样嘛！你刚那个也要50-60万，为什么长那样？你刚那什么破社区第一个那个，我靠！哦，这个才59万 ！My gosh！ 什么？哎呀，还拐进来的呢！哇哦，哇哦，还蛮不错的。房屋还两个。你就躲在这边，慢慢去刷你的网看，人家看不到你。这都还不是 master bedroom，OK？ 哎。You are not entering into the master。你那么多房间干嘛？爽是吧？老高兴不行吗？对。哦，这才叫一步到位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一步到位了 ，baby。Yeah, we can do it。为什么我们那边那么困难呢、啊？哎呦，这边也在差30分钟的车程而已。对啊，我就每天走 Toro。永远不会塞车 ，Toro 永远不会塞车。哦、一定得装防盗系统，要不然我一个人在家会有点害怕。房子太大哦，所以你房子太大，你会害怕。而且你不能一个人 travel 去东岸了，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我会害怕。你跟我一起 travel 去东岸。